手不是没原因，却因他家人太怪。交男朋友一定都是会被人家吃定，尤其是长辈，比如说吃的差不多了，他就回来说，阿辉也去背了。男朋友跟我讲说，我妈妈是因为把你当作自己的人，他才敢。我是因为这句话我才醒的。去背他们的台词，请听到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